中靖高职105学年度第二学期周会典礼开始。颁发指导老师，指导新北市平林国中学生参加105学年度国中记忆竞赛荣获参与职群及参与服务技术主题竞赛佳作，那将负责圆满达成任务，特颁发感谢状以资感谢餐饮科林志祥老师。颁奖颁发2017年树德科大横山杯烘焙比赛高中职组三二字李俊威、李俊达荣获第三名，颁发感谢状一张。指导老师李少南老师、林志祥老师各颁发感谢状一张。奖颁发2017 TUCC 泰国极限挑战赛三二强邱云慈荣获鸡猪双拼组金牌、海鲜类铜牌，张家田荣获羊肩肉组金牌、意大利面组佳作，各颁发奖状及奖牌。颁发2017醒吾餐厨杯异国料理厨艺赛三二强唐仲哲、餐二纯林怡轩荣获铜牌，各颁发奖牌一面。颁奖颁发第16周四项竞赛比赛得奖班级二年级第一名美二庄，第二名美二字，第三名美二进，第四名多二庄，第五名又二庄，一年级第一名又一庄，第二名参一纯，第三名参一字，第四名演一正，第五名多一庄。